名厨叫做家常菜，窍门一点就明白。这个冬天啊，我们要养生。这个养生啊，这里边就有学问了。比如说女同志啊，天气寒冷啊，有很多人是手脚冰凉，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就得需要补肾、补气、补血。那到底用什么来补气、补肾、补血呢？今天咱们来一个蒜子煲玉米。焦明耀，北京人，高级烹饪大师，今日推荐蒜子煲芋头。这个我们这回呢，专门为女同胞奉献了一道这个补品啊，这个量体裁身做的。哎，我们看看我们这边主料是鱼骨架。哦，鱼骨架。是为了煮出奶汤来。好。这个是豆腐。哦，这是这个芋头。芋头。奶芋。蒜子。蒜子是有点火腿。火腿。这边呢家里都有胡椒粉、盐、味精。料酒、醋，还有一些香油。这个鱼骨架呀、其实家里边做鱼啊，特别是做鱼片啊，有好多经常把它扔了啊。对，其实这个鱼骨啊，它越炖的它的营养价值。而且呢，它呢，这个富含这种这个高蛋白、低脂肪，是冬天这个抵御寒冷的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东西。对，而且呢，做奶汤呢，也很有效果。要把这个煎一煎，煎一煎，煎出来以后这汤它白啊。对，我们把骨架呢剁成块。这个女同志为什么这个手脚爱凉啊？这是因为什么？还是我觉得还是应该是气血双亏吧。虚，对，但是呢，他们又不愿意吃，一般来讲不像男的吃鱼啊吃肉啊，所以我们选择这种，植物性的这种补气补血比较好的原料，芋头，和蒜子配合到一起。是最好的。我们热热锅，这油温差不多了，是吧？对，我们把这鱼放进去，这油温一定要热啊，热。鱼汤呢，也是可以起到很好的这种滋补作用。搁下去以后先不要动啊，可以这晃晃锅啊。为了去腥呢，这个时候可以加一点这时候葱姜。好嘞，好，您在这煎着鱼，把豆腐呢改成块。好，这个鱼骨它有什么滋补作用？鱼骨呢，首先呢含有丰富的钙而且呢它里边呢这个也含有一定量的铁和碘不一定说是海带里含的多呀，实际上这种动物性原料里边也有这种补铁补碘，也是这个防御这个寒冷的一个这个必备的原料，必食的。我们这火腿实际上就在里边提味儿啊。火腿是增香提味儿的。增香提味儿。而且呢火腿呢是用瘦肉做成的。而且它这个脂肪含量比较低，直接加入热水。直接冲啊。把这个芋头呢滚刀切成块儿。这芋头其实也有滋补作用。对，芋头是这个植物原料中呢补肾比较好的。对。冬天呢一般提倡吃一些这个热量比较高的，像这种根茎类的这种植物，芋头也是其中的一种。所以奶汤呢，就是这个汤和这种脂肪和这种蛋白质的这种混合体。所以你要这个汤呢白得快，我们就用这种方法煮一煮，把它打碎。打碎，因为我们吃的是汤，让它这个蛋白质尽快的和汤融合。好，这个时候呢，煮个10分8分钟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汤呢倒到另一个锅中。这个手法我第一次见到，直接就把汤下去啊。对，只取其汤。对，我爱人喝汤，我可以吃这个鱼骨。就继续用这个汤呢来继续煮我们的这个芋头。这个芋头的方法很多，可以在这个烹调之前呢可以去拿水焯一焯，也可以去炸一炸，但是我们今天呢就直接来煮。对，汤菜。然后把这个火腿搁进去，直接下锅，包括豆腐。稍微推一推，搅一搅。这个为了进一步提香去腥，我们还是要在这里边呢加入一些大块的葱姜。葱姜。好，您要吃的比较讲的呢，可以在煮完菜之后呢把它取出来。对，给捞出来。好，这个蒜子呢是事先我们炸过的。炸过的。但是蒜子呢是不可以提前煮的。因为蒜子提前煮完之后它的香味会去掉很多。最香的时候呢就是您出锅前5分钟下入。这蒜香会最浓郁。行，现在开了。我们一般要煮小火煮个5-6分钟。小火煮个5-6分钟。好，小火煮5-6分钟，汤就会很浓很香了。在冬季
我们是要这个补肾，嗯，这种，秋季的一般应该是滋阴润肺，脾啊，什么方面？夏季是健脾，健脾啊，秋天是迎接冬天了，对，滋阴润肺，春天要补肝，对了，所以我们的四季五补嘛，四季五，这是我们这在饮食过程中常年要坚持不懈的，对对对对对，好，现在您看这小伙，对，我觉得这汤成色也不错，哎。不过它加入豆腐之后，汤越煮越白，越煮越浓。哎，如果有时间的话，您多煮它几分钟，对，就更好。好，表面上看呢，就是个汤对和这个芋头啊，一会儿将要加入蒜，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很好的荤素搭配。对对对，我们把鱼的骨头巧妙的给它煮成汤，然后加到这个饱的这个芋头里。哎，因为呢，鱼骨头呢必定还是有腥味，所以我们在加胡椒面的时候呢，尽量稍微多加一点。对，再加点底味。哎，加上盐。盐。如果您觉得汤不白，您可以在这里边稍微加一点奶。哦，一点点就行。哎，奶呢，在烹调中说煮奶汤加奶是一种，这种技巧。哎，但是在生活中呢，特别加一些羊奶，你可以起到很好的美容作用。哦，特别建议女同志冬天喝一点羊奶。是是是是是。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加入蒜子。蒜子。哎，我看这汤，所有的女同胞啊，都敢喝，不长肉啊。这实际上这个汤汤水水在冬天啊，对人体啊，特别是补充这个水分，补充水分，补充能量，对，皮肤也免得那么干燥。对，冬天滋补的一个原则呢，就是一是呢要补充能量，哎，第二呢要益肾，壮阳，哦，啊，要补多吃一些阳性食物，哦，补血补气，哎。哎，我们这个蒜子包芋头啊，汤汁非常的洁白哈，是一个非常的这种亮丽的菜哈。对，而且吃起来呢也是非常的软烂，嗯，这个汤呢非常绵厚可口。哎，我们说说几个步骤，第一呢还是煸奶汤，煸奶汤。刚才董老师煸的非常好，两边煎成金黄色，对，然后直接冲入开水，对，选择的呢是这种适合于冬天食用的，既补肾又可以增加这个还有富含有热量的，这样的蒜子和这种芋头啊，既可以保持你少进入脂肪，对，而且呢又可以增加你体内能量的这样的原料，只要您把鱼的腥味去掉，加葱姜加料酒，对，直接炖，越炖越香。 对，您那手吃的热热乎乎的。好，不知道您学会没有，您可以试一试。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明天早上老时间老朋友老地方，不见不散，再见。您知道为什么制作水晶蒸饺一定要用虾肉吗？您知道如何制作晶莹剔透的水晶皮吗？明天李杰师傅会带来一道翡翠水晶饺，不但为您揭晓答案，还能解决孩子不爱吃蔬菜的烦恼，千万